空。下面下将前来擒我，后我怎么？把前面下将围惊杀。你找谁呀、啊？爸，是我，董良。董良，我回来了。你不是死在外头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下。把门带上。爱华，这是我爸，快叫爸。爸。布鲁克斯，快叫爷爷，啊！哎，快叫啊！你这岁数还认生？哎，爱华，你带着孩子先坐下啊。爸有啥吃的吗？爸是饿的。有屁吃不？说吧，是咋样勾搭上的？啥叫勾搭？哎呀，你也文艺界的人，说话都那么难听的。那是怎样好上的？其实我和他也就是半年前的事情。爱华呢是美国一家基金会在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我刚好从新疆回来，去应聘志愿者。俺俩可是一见钟情，再加上志同道合，一来二去就好上了。前两天俺刚订了婚，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就想给你个惊喜。哦，我这还有喜糖呢，这剩下的喜糖你先尝一口。我婆姨四十几了，人家才四十几，人家才三十出头。哎呀，长得个老相好。头婚，结过一次婚。二锅头，离了。我不是离了，人家我叫丧偶寡妇，也是个可怜人。不过人家陪你绰绰有余。我娃娃是谁家的呀？人家我叫布鲁克斯，爱华把他接过来，就是想换个环境，散散心。他刚好放假嘛。不是，我问的是他是谁家的娃娃？是爱华和他前夫的，不过现在是在杨家的。杨东亮，你这回可放了个卫星，三年不回家，去了个拖着油瓶子的杨寡妇，你把香子的脸，哎，都丢尽了。哎呀，好嘛的，亲爸，你小点声些。He speaking Chinese. Well, actually, this is the Chinese, but this is the dialect, and we have to listen to him carefully, and then we will understand him.啊！哎呀，你看你喊叫啥？你有话他好好说嘛！你事情是这样子的，你都不明白。Grandpa didn't seem to like us. How it come? He just has to know us very well, and then he will like us very much. 这个月月底，张凌阳就要带着他我新生的幼崽离开可可西里了。那我还是想通过跟踪和观察。对整个藏羚羊的生存和安全做一个评估。你好，厕所在哪儿？你吃饭了吗 ？Well, actually, this is the Mandarin, but you are doing very good at your Chinese school. I'm the best at Chinese school. Well, actually, your Chinese is much better than mine, and you are my Bruce. You are the best. Keep it up. Oh, excuse me. 你好。完了以后呢，再在世界上吸引一些善款。完善对他们的保护，当然了嘛，藏羚羊比你爸重要嘛。工作第一，啊，你们想走我也不拦着。哎，这。
趁人们没看见你们，明儿一大早你就走吧。我都怀疑我得是你亲生的。那要住几天？也就十几天。怎么了？我们出去说。你个老东西，这一大早要到哪儿去啊？哎，天明的时候我听见车响，这是你屋的栋梁娃回来了。快走啊！别动，别动，我把这花给你弄好了。走走走。哎，这老汉神神叨叨的。你咋没有走？这是咋回事？这是啥嘛？你跟我听好，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我去把你亲妈给你追回来，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朝鲜派去的同时发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甚至有生命危险。迫不得已，我们只能先走了。把布鲁克斯留给你，他还太小，进可可西里有危险。你的脾气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能答应。我只能先暂后奏，给你添麻烦。有些时候比较任性，脾气大，你该管就管，但千万不要动手。没事的时候多带他到村里转转，头一回来农村，看啥都好奇。臭，臭就对了嘛，茅房香屋子厨房，我给你大概收拾了，农村就这条件，啊，哎呀，你凑合着用吧。哎，咋了？不拉？不拉，那你就憋着，要不然就回你美国拉去。
不会拉到房子吧？哎，不是，来，拿上香，拿上香就不臭了。行。哎呀，我操的！不是。 不是，嗨，嗨，你给我下来！我要吃 hamburger， 凭你吃不上！我要吃 hamburger， 我还治不了你嘞。 哎，行，老板，你浇馅浇噎你，上面的快塌了。我一定要吃 hamburger。汉堡哥，啥是汉堡哥呢？汉堡哥，哦，汉堡包吧，就是老外吃的。哎，对对对对，电视上天天打广告的。那咋有卖的呀？哎呦，我省城有，咋没有？咋开洋会啊？去取了，走嘞。哎，别走，我给你们做一个。 这是 hamburger 吗？中国的 hamburger。哎呀，俺以为啥高科技产品呢？不就是把我们中国肉夹馍的面饼子换成你们的面包而已吗？还汉堡哥呢？嗯。<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定，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杨硕，想买件啥？你这儿有牛奶用了？牛奶？哎，没有。前段时间进了一批没有人要，过期了，扔了吧又舍不得扔，让家人货，结果全闹肚子。哦，哎，你买这干啥？那啥，最近这个睡眠不好，想补一下。明天你上线的时候给我进上一箱子。哎呀，我建议你不要买了，买不好把头喝大了，喝新鲜的多好嘛。 走王三丈，王三丈。哎呀，一个乡文化站领导的变动，昨天刚下文件，今天就传得满城风雨。哇！哎呦，你咋了？我生了。呀，生男生女了？<笑>哦，明白了，你有升官了。<笑> 嗯，哎呀，乡文化站副站长、代理站长，实际意上的呢一把手。人常说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这儿是外来的女婿会升官。而老杨头，你这么说话不爱听啊？啥叫外来女婿会升官啊？而领导主要看重的还是我的工作能力。嗯，这回呢。 也多亏了这个群众的支持和领导的信任，是吧？我要提出了这个办这个皮影公益培训班，主张这个皮影搭台，经济唱戏。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是头把火呢，找他捎你。捎你点？不是你急啥呀？你别生气，我这不就打个比喻吗？我呢，今天呢。 就正式邀请您老出山授徒，啊！您老消消气儿，您尝尝，我自个儿炸，好油炸的，你自己吃吧，我做的。
哎，杨叔，你那男卫兵几呢？这喝牛奶呀，对人的身体那是最好啊。你瞅人外国人，为啥那一个个长得又高又壮的，还那外国娘们长得那叫一个白？为啥呢？那就是天天喝牛奶喝的呗。哎呦，你看那外国还有黑的呢嘛。黑的那是从小喝巧克力奶长大的，你不懂。你看还有那外国那老头老太太，那一个个七老八十了，那还唱歌跳舞开飞机生娃啥的呢，那就是天天喝牛奶喝的。你来瞅瞅你，刚65你就张了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你说你要退出江湖了，那得是咱中国皮影艺术界多大损失啊，是不是？哎呀，屁话真多，赶紧记。哎，杨叔，那边那个做皮影的材料和场地我都给你张罗好了啊，改天有时间你跟我一块儿过去看看去呗。就这些了。这够吗？我给你来点。来来来来。哎呀，多少钱？我啥钱？不是杨叔，不是，只要你老答应出山，回头把牛牵你屋了。哎。吃不吃饭了？我看看看。哎呀，那尿床了！多大岁数了嘛，还尿床呢？你害不害臊吗你？你脾气还不小，人还说不得了，真是的。脾气啊大的，你要干啥？你想干啥？啊？站住！你让我站住！咋还不听话？你给我往回走！我跟你说，你跟我你回不回？哎，我这还就不相信，那就治不了你。哎，哎呀，哎呀！回去，给他收拾。你。啊，杨叔。哎。我这正要找您呢，你喝点奶给点钱，你不这不能要，这你拿好了，不是你不行，钱是一定要还的，一定要拿着的啊啊，那个，那个奶还有没有？咋没够喝呀？不是，大洒了，洒，哎呀，可惜了了，这是，那牛奶就，啊不是杨叔，有。啊！你要那哪能没有啊？你要奶那是我家奶牛的荣誉啊！等着啊，正好我早上多起了点，现在你拿去，你等着。哎，你动我了，别撒了。哎不，哎行了，来再来，够了，再来，哎呀够了，够了，行了，哎，这回够了吗？啊，够了。哎呀，杨叔啊，就我早上跟你说那个办皮影班那事儿，你觉得咋样？哎呀，我是，你那个啥，你看我今天没有带钱，我改天把钱给你送过来。钱不行，喂，哎，杨叔，我都给你送了啊。杨叔，你考虑好给我回个话，领导等我回话呢。
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哎呀，老嫂请。唱得好，你管个唱得还好呢。相声又不犯法，咋了？好。哎，对了，我还准备一会儿去寻你，你倒来了。那个二蛋寻你了吧？哎，狗皮膏药一样，烦死了。你对这事儿咋看？我姓屈，瞎胡闹，都跟前几波一样，来了搞点所谓的政绩，官一升，屁股一拍走。现在啊，人连电影都不看了，谁还看咱的皮影呢？我看啊，这次说不定是真的。二蛋说，那几个人都已经同意了。大家都等你发话呢，看你咋弄了。你看谁看谁吧，你还是好好想想。哦，对了，你那套皮影哪套？你装啥呢嘛？就是那一套大闹天宫，啊，在。你可把这东西藏好了，再过上几十年，它就成为古董了。嗯，等你死了，我这传给你娃董良，完了他再传给。哎，你娃结婚了吧？生了个啥？爱生不生？哎。喊啥呀？杨树德。喂，喂，挂了。嗯，不会吧？万一回拨过去。啊。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Sorry。再打。你好，不话了，不话了。嗯，我说你这些洋人，长得些啥口味？辣的不吃，咸的不吃，让我看都是毛病。嗯，我说三天，吃死都是香的。你，哎呀。画画我是讲究天赋的，啊，瞧你这东西，我脚趾头都比他画的好。嗯，吃吧，你吃五个。咋，馋了吧？那也来一口。嗯，不想吃，不想吃，我吃，馋死你！来口蒜，辣死你！放个屁，臭死你！新被子、新单子、新褥子，这都是杨东良他妈临死之前给他做结婚用的，多好的料子呀！这还新了个寡妇，用不成了。嗯。娘。撒尿啊！这叫风，这个叫龙，啊，龙凤呈祥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希望一对新人呐！哎呀，杨东良跟你妈加在一块儿都有100多岁了吧？哎呦，
这烙成啥了？心不成呗。来，洗好了，洗好了就睡。来，我把丑话跟你说前头啊，你要再跟我尿床，明儿我就让你睡茅房去。你是睡凤的还是睡龙？凤。凤。干啥呢？回屋去。我可告诉你啊，从这儿掉下去，没人能捞你。试试，看你搬得动他。加油！喝牛奶的美国娃娃，使劲儿！两眼长空里，两泪汪。看啥呢 ？Spider。Spider 啥玩意儿？啊，麻雀啊，早飞了，就剩个窝了。有暑假作业没有？有了回来做啊。老东，爷爷。
你咋不爬到天上去，把你胆子肥的？你我国家是咋教育你的？嗯，我告诉你，你要是人类的朋友，不能乱装了。而且我早就跟你说了，那个树上的窝是空的，麻雀早就飞了。你咋就不相信嘛？这娃娃，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咋给你妈交代？这块可疼啊，忍住啊！哎呦，蛮坚强的嘛。你是美国的少先队员？哎，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吧？下次在爬树之前，先拿个镜子照照自己啊，不要把自己往高鼻子给摔塌了。哎，是吗？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我要吃牛奶和鸡蛋。这不是鸡蛋，鸡蛋给。嗯，来。我要喝牛奶。哎呀，你咋那么多的事情？这羊肉汤多好的，是不是？我要喝牛奶。你吃不吃？毛病。味道不错，就是有点淡，有点淡，有点淡，有点淡。嗯，哎，咋？咋咋咋？站住！你个嘴松话，又跟我来这一出呢？我老实告诉你，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被吓大的，啊！真是的。走走走，跟我回去。咋像单挑呢？一个指头就把你弄死了。走。哎，杨叔，差不多了，来，您老瞅着够不够？哎，我再给你来点。够了，够了，够了。哎，对了，杨叔，把那个皮影班的合同我起草好，就在屋里给你拿着看看。哎，不着急，不着急。想想再给你回话啊。就别想了，这。哎，那个，你会不会外国话？外国，哪国的呀？我就在部队学过两天英语。美国，美国的。啊，对，美国就说英语。吃饭咋说？吃饭呢？嗯，吃饭是 eat。eat。不是抬，你把舌头跟捋直了。eat。eat。哎，对对对对对对。哎，那 go。啥 ？go。哎，就看门那个 go。你是狗是吧？狗狗狗是 dog。道哥，道哥不是哥，道哥，对对对，嗯，日呢？日，就天上那个那日太阳是吧？哎，对，太阳，哎呀，太阳是散散，对散，嗯，道哥散，哎，连起来就是道哥散，哎，道哥散，对对对对对，明白了。你是道哥三，对对对，哎，杨叔，你别说，你这发音还挺标准的。回头哥给你回话啊。哎哎哎，啊，道哥三，道哥三，咋听着这么像骂人呢？不是，嘿，哎，一天嘞，哎，哎，你咋了？手上拿的啥东西呀？给我看看。不要逼我动手啊 ！Monkey， 你个狗！嗯，倒个太阳的，随便乱翻人家东西。你不是不想在那儿留吗？我也不想留你在那儿住了，滚滚滚滚，走走走走走，滚，离远远，走。刀割太阳的，
蹬鼻子就上殿啊！我的苍天，让我查一下，要是闹坏了或者缺少了啥，我就不开气了，老汉要动手打人了。杨叔，杨叔，啊，谁呀？啊，你在家呢？那个，哎，我咋听屋里有人哭？你听错了，开门呗。我把那合同给你拿来，你老看看。明天再说吧，我正浇花呢。不是你，你开开门，杨叔。杨叔，你咋还咬人呢？呀！哎呀！光天化日之下，你到俺屋想偷个啥？杨总，跟俺没关系。王站长，哎不，二蛋说你屋出事了。俺屋能有啥事情？不是那个杨叔，刚刚我确实听见屋里有人哭啊，他俩也听着了，你问他俩。没。私闯民宅是犯法行为，在美国是要当场击毙的。啊？妮妮，顺年，哎，你呐喊啥呢？你看你原来我是个啥头发吗？黄毛跟鬼一样，现在还是黑的好，漂亮多了。你不要喊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这走是为了你好。你，嗯，咋了？慢些，慢些，慢些，小心烫着了。你吃，你吃。你国家肯定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嗯。服务员，注目。累不累啊？哎呦！多少钱？哦，
Boss，Boss， 哎，你要不要？Boss，哎，这个喜欢不？不喜欢。这个呢，也不喜欢。这个喜欢不喜欢？啊，你喜欢这个？不是，都给他养的，乱跑啥呢？坏人这么多的，把你丢了咋办？玩那个。啥东西？怪球的。这是美国的蜘蛛大侠，厉害的很，现在娃们可都喜欢他。蜘蛛大侠，蜘蛛精吧？连个鼻子眼都没有的。多少钱？30。你穷疯了吧？一个破布就30块钱。走走走，咱不要这，走走，咱不要这了。哎呀，走走走，咱不要这破马布行不行？回。你妈真是个国际主义战士啊。嗯，女被穷人嘛，找了杨东良也就算是救灾扶贫了。你说你要不是个外国人多好，即便是拖着油瓶子我也认了。你长得跟小鬼一样，让村里人笑话我。笑话是什么意思？啥意思？笑话就是……哎，想起来了。在电视上见过，嗯，这个蜘蛛精在你玩是干啥的？这不是蜘蛛精，这蜘蛛侠，他特别厉害的。啊，嘿，连脸都没有还厉害呢，真是，这在俺中国就是个妖精，知道吧？嘿嘿，你知道他是干啥的？嗯，他叫孙悟空，本事可大了。能上天入地72变，长生不老。爷爷，我们怎么还不回家？哎呀，等等吧，等天黑以后没人了再回去。啥事嘛，可以自己家跟做贼一样。嗯，谁呀？不要说了，我呀。哦，你来干啥？您老是最近不喜欢喝牛奶吗？啊，我这把牛给你牵来了，以后自己在家喝，新鲜。啊啊，嗯，哎，这谁家小孩啊？啊，这你孙子吧？哎，长太好看了。来，啥时候来的？这是进来说。来，等等，你让我把牛牵着啊。哎，来。街上一瞅，长得跟洋娃娃似的呢。好嘛，哎叔，他家哪儿的？啊，新疆。东亮在新疆县那个媳妇儿，就生了这个娃娃。哦，少数民族吧？对，一看就不是汉人。你看这孩子长得白的。啊，哎呀，东亮哥好福气啊！哎，这孩子叫啥呀？不是。啥？不死，不死，是怕长大不好养活是吧？哎，你别说，叔，这名起的也洋气，那听着也跟外国名儿。哎呀，哎，东良哥最近忙啥呢？好老没见着他。他在县里头忙工作呢，就把娃娃放到我这儿，让我给他管几天。好。不是你老这头发，对不是，你等会儿牛拴好吗？你带我去看看，走走走。牛拴早拴好，没事儿了。哎呀，没事。哎呀，昨天哭的就是他吧？是他。一身一滚，我差点就报警。我光想着是个女的，咋就没想是个孩子？你，哎呀。说吧，你还有啥事呢？
装糊涂。杨叔，您还跟我这装糊涂是吧？我最近所有联系过的老皮影艺人，人家可都说了，只要您老出山，人家就去。您要是不出，咱这事儿就得黄。你说我咋办？其实，您比我清楚。现在呢，真正热爱皮影、懂皮影、会皮影的人可没有多少了。你就别说您了，就我这倒插门的外乡人，我是打心眼里都觉着心疼啊。咱这皮影现在可是濒危艺术、世界文化遗产了。您老要是再不出手挽救，那咱这子孙后代可就再也看不着皮影了。我要看皮影。再闹不成，我都这岁数了，折腾不起了。您放心，我跟您保证，这次要再弄不成，您去我家把锅砸了成吗？为了保障你们的生活，这次呢，除了固定津贴，还会按照效益给你们发奖金。我这可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在合同里了。皮影的工具给你置办好了，你看还差啥吗？这些人都是来学做皮影的。对呀，那还有八九个呢，我估计在道上呢。学做皮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需要绘画和雕刻的底子的。这位阿姨这么大年龄了，应该在家养老，不应该来学皮影的。嗯。哎，杨叔。嗯。杨。不是。杨叔。你自己先练着，杨叔。哎，杨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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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别生气。哎呀，你老再仔细看看，那屋里那不好几个50多岁年轻人呢吗？你再说这乡里乡亲的，人大老远的慕你大名来，就为给你寻门手艺不是？屋里那好几个老太太都单身呢。哎呀呀呀！哎呀，不是杨叔，杨叔，不是。哎呀，杨叔。办这个皮影工艺培训班只是第一步，那马上在这基础之上，咱要办那个皮影加工厂呢。那到时候那个技术合格，马上就能进厂当工人去。那也不合格呢。那不合格可以自己在家生产呢。回头咱县上啊，按照这个统一质量标准进行回收。咱县上就申报那个皮影之乡那事儿，马上要批下来了。咱要大力开展这个旅游业。你想到时候那个国内外那么多游客跑咱县上看皮影，谁不买俩皮影回家当纪念品去啊？就是没人买。没人买，那在家做皮影呢，不能锻炼锻炼身体，陶冶陶冶情操吗？那不比那个在家赌博、穿闲话啥强多了吗？原本想得好好收几个徒弟的，闹成这个样子。杨叔，带徒弟这事儿，我劝您别着急。另外，我跟你说，现在外边想学皮影戏的小孩有的是，你再不进，你撵着把你这门手艺你传给你孙子。哎，布斯，啊，布斯，哎，布斯。王叔说的对不？你看，这个叫剪刀，这个剪刀的作用就是镂空那些细小的花纹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些微小和细小的花纹都是靠它来刻制的，啊，这个叫平刀，啊，老师，自己玩着呢，来来来来来，喝水，来，王叔给你买的水。
哎，布斯，跟王叔说说你家新疆哪儿的？你到底是啥少数民族？咋长那么白呢？布斯，不是我说你话呢，小朋友得懂礼貌，知道不？来，你别玩了，来来来，说你话呢，你啥民族？哎哎，爸爸，下午的呗，爸爸，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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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纸呢是包不住火的，还新疆呢？你忽悠谁呢？我傻呀？啊！你辜负了我对你信任，你知道不？现在都啥时候了？世界都变成地球村了。咱中国现在是美国大债主，知道不？你这栋梁哥四十好几的，给你三十八，你别打岔。那栋梁哥三十八了，给你找个美国人媳妇回来，你白捡个美国大孙子，这多光荣多荣幸个事儿啊！你说你还瞒来瞒去的，你这不是这个事情啊，他你不是谁不是是谁不是是你不是我不是，你错没错这回？错了。这事儿啊，我不是我一直想瞒下去的，我是想让我和村里人啊，要有一个适应啊。新生事物嘛，要有时间，是不是？请你这回再给咱帮个忙，帮我瞒一瞒。过了这一段呢，我就给大家讲，行不行？啊？王文正。实话分明讲，当当当当当，小的搬家，来来来来来来，来一场，来来来，我提一位啊，来，对，为了振兴咱的皮影，干一个，干，好，干一个，杨叔，哎，到上到上来来。哎，你接着继续。来，咋的？哎呀，好险！哎，不是，咋的？不是，妈妈咋的？不是，我妈妈了。哎呦，哎，都把这忘了快！哎呀，应该快回来了。你也没打个电话问问呢？下午刚打过的，关机。那他走的时候没说啥时候回来呀？忘了吗？哎，等一下。啊。哎，我看不清，你给念一下。啊。嗯。哦。爸，这些年你为了我操了不少心，一直也没有找新老伴儿。来，爸，我听他们放狗屁，念日期。这次我们走，如果顺利，一周就回来；要是不顺利的话，那20天也一定会回来，因为布鲁克斯要回国上学，爸。我很抱歉，你一把屎一把尿的，看来还是不顺利呀。哎，布斯，那个你有你妈电话号码没有？你给你妈打个电话问问呗。有是吧？啊，那个这么的，你给你妈打一个，你就说你爷爷说的，说妈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你啥时候回接我上学去啊？你问问你妈。嗯，这么大孩子打电话，这都喂人了。那个娃娃聪明。
哎，杨叔，哎，那他给他妈打电话不算长途啊？哎呀，你看你抠门的，你现在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你是是，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问问，这电话费这都小钱儿，没事儿。行了，坐。不是，这唠两句得了呗，就还唠多长时间呢？啥时候回来？哦，是爱华。哦，来来，等一下。妈咪，没事。I'm good. Yeah. Yeah. 说他家乡话吧，呜里呜啦的，像英语。咋？你还懂英语？哎呀，我咋会英语啊？哦，不懂就好。Yeah. 嗯。Yes, huge. Yeah. Yes. 比如说，像这个壶，它就可以做，对吧？这个壶，嗯，咋样了？哎，杨叔啊，这县城里边的市场玩具店要跑遍了，真就没有啊？咋那孩子还生气呢？哎呀，更厉害了，现在连饭都不吃了，这可咋办嘛？不是，他再倔，他也是个孩子呀，关键看你咋哄了。你把这拿走。这是啥嘛？侠。就动画片里边，美国的各种侠全在这里边呢。哦，就没你说那个什么蜘蛛侠，这邪门不邪门？你说。哦，多少钱啊？哎，行，杨叔，你跟我老客气啥呀？咦，怎么看见唐老鸭和米老鼠呢？
差点忘了，他俩不是瞎吗？啊，这个黑大个，闪电侠，嗖嗖嗖，嚓嚓嚓嚓，哎呀，你美国这虾可真多啊！你看红的、蓝的、绿的、白的，这么多虾，你给爷爷介绍一下，哪个厉害？哎。咋，还要分家过啊？那也不着吗？我有啥办法？你不就是一个破玩具，你个皮娃娃，不依不饶，没完没了的。你把我门给拆了，你说这账咋算？哥哎，你确定这娃娃不用送县医院啊？你看你，这娃主要是受了惊吓，又不是剧毒蜘蛛咬的，挂了这瓶水水，回去抹点药就好了。你啰嗦的，你看我血压都高。哎呀，不是，不是，我不信任你呀。这娃娃年纪太小了，那个蜘蛛它是有毒的，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嘘嘘。哎，好，我不说了，我在这守着。
你是谁？我是蜘蛛侠。啊？你是谁？我是孙悟空。你这个蜘蛛精，是不是要来吃俺师傅的肉呢？你小心，我一棒子把你打死。你别说废话了，咱们俩决斗一个。好。来丢丢不不擦不，哎呀哎呀，这个蜘蛛精这么厉害，哎呦，那是一只狗，孔雀，哎，这是我的鹰，这是我的双头鹰，砰，哎呦，挨了一脚，啪啪啪啪啪啪。娇儿小沉香，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他二舅，他二舅都是木头。雄赳赳，气昂狂。雄赳赳，气昂狂。不，这不对，这个不对。What's a farmer has a dog and bingo? What's a name of?B I N G O B I N G O B I N G O and bingo, what's her name? Mo, 唱吧。冰，咱们都耍那六节棍呐。真就耍那六节棍。哈哈哈哈哈哈！那六节棍呐。过年是什么？过年就是春节，这在我们中国就是最大的一个节了。逛庙会、吃饺子、贴门神、放鞭炮，热闹得很呐。尤其是大年三十这一天，家里的人不管在哪里，不管住的有多远，都要赶回。坐在一起，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吃一顿团圆饭。我也想吃一顿团圆饭。嗯，乖孙子，咱们春节见啊。那么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Thank you.
哎，刘叔，看着杨叔没有？没见，可能还在家没来呢。这天都快黑了，磨蹭啥呢他？人家现在是头牌，那肯定要来吃点儿呢嘛。开玩笑呢啊，你放心，开宴之前他肯定都来了。以后爷爷不在家的时候，你就不要到这儿来了。这个井啊，深得很，深得很。多深？从这儿一直打哈气就到你的老家美国了。真的吗？嗯。哎呦，这不久你就要回去了。你回老家以后，要是想爷爷的话，就站在你屋院子里头喊爷爷，爷爷就在这口井里头答应你。爷爷。哎。爷爷。哎。行，那个一会儿杨叔来，你告诉他一声啊，我先接领导去了啊。行行，你忙你的，忙你的。哎，辛苦了啊，各位老师啊，哎，辛苦辛苦。半路翻，哎呦，人没事吧？人没事，就你俩。啊，还有俩在县城修车，一会儿过来。哦，那进屋吧。啊，爱华，进屋吧。你不是都受伤了吗？咋又弄开皮影？愿意，你管。下一步干啥？先回西安，把我考察的东西给人家整理一下，给领导一汇报。这么急啊？就这已经都晚了。再说，布鲁克斯预定了后天回美国的机票。后天就走？啊。等会儿车修好了，俺就直接回了。This one can jump.It has the web. 我和爱华分手了。啊？咋？你又欺负爱华了？我没有欺负他，观念不同嘛。哎呀，我先收拾东西，完了咱再细说。哎，坐。二大不由爷，随着你吧。哎，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先不要给布斯说，啊，我一会儿带娃去看演出，看完了直接走，我怕娃闹你。爸，给你添麻烦了。江东亮。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败笔。Spiderman，It's Spiderman。谢谢您照顾 Brooks。啊，应当的，应当的，自己的娃娃嘛，啊。Boss，Boss，Let's go。Mom,
Come on, it's really fun. Well, you go first, and I'm going to catch up with you, okay? Okay. 孙悟空真能打败蜘蛛侠？为啥让他们要打架呢？要让孙悟空和蜘蛛侠成为好朋友，一起保护我们的地球，好不好啊？好。嗯，不是啊。 你喜不喜欢爷爷呀？喜欢。哎，爷爷也喜欢你呀。啊，你以后有机会到中国来，不要忘了来看看爷爷。嗯，记住了。记住了。哎，我们过年一起吃饭。对，过年一起吃饭。嗯。
这块韩巧花交给兵部左右，把韩巧花围剿杀。走走走走走，都咋的嘛？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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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四种颜色，啊，一个是金黄，一个是黑。上吊什么？一百年不许变。一百年不许变。是啊，不是，爷爷过年好。不是，哎，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哎，把你宝记你们这也太近了，你往你右手来一点。哎哎呀，你往再往左手。哎，对对对，好好好。哎，爱华看这边啊。哎，高兴一点。哎，把你笑一下嘛。哎呀，你看你我，你好好笑一下。哎，对对对，别动了啊。哎，不是，不是。快站到妈妈那儿去，哎，哎，高兴一点，靠近一点，哎，对对对，看着这边啊，看好了，别动啊。为了呀，人心如此，是。